係啊，我會好有壓力噶，同埋會擔心自己做得唔好，對自己有期望嘅人失望咯，最驚呢樣嘢咯。但係都過咗去啦，都冇乜所謂。今年都舊年都比賽完之後，其實我覺得我喺呢個比賽當中，我得到嘅嘢係我最初預期嘅十倍都唔止。最初諗住去比賽喺電視台唱下歌咁。啊！點知依家一去到街咧，無啦啦啲人對住你笑啊！一龍亭啊，係啊，又有咁多大 show 嘅機會，所以我覺得呢個比賽非常好，係好啱香港人，係啊，好啱呢個中意睇聽歌同埋中意唱歌嘅人，大家都有好多得著。